敢不敢和我打个赌？只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我就能让你爱上我。要说现在音乐平台上最火的唱作人，莫过于我童雨欣了。任何人只要听到我的歌声，都会爱上我一小时，因为我有一条神奇的项链，给了我得到爱的超能力。真没想到，魔法还有副作用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喜欢我们家二宝哪里呢？他非常善良，非常有才华，弹吉他的样子也非常好看。伯父、伯母，童雨欣在我眼里哪儿都好。哥，我要追童雨欣，你会帮我的吧？哥哥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弟弟啊，哥哥。远房表弟。特特又贴心又热情，是个实心眼的好孩子。你轻点。我觉得还是小唐老师温柔可靠，更适合咱们二宝。也恭喜你，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了。特特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追童雨欣了，因为我喜欢他。跟你，你好像在塌一种很新的房。我想过了，虽然你是我唯一的哥，但童雨欣也是我唯一的爱，我是绝不会放手的。那就试试。